你闭上眼睛想一下，现在是2058年的11月份，你已经60-70岁了，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，臃肿老态，没钱没权，生活不能自理。你对上帝许了一个心愿，说时间可以倒流吗？上帝说好。于是你睁开眼睛，回到了2018年的11月。这一次，你打算怎么活？